一个语，一个只讲中文。请上去这一个。Nothing feel like。條裙咧有一陣香水味，我覺得應該係俾人試過嘅，仲要整咗啲味道落去，即係比較大嘅味道。佢係比較透噶，所以入面一定要著背心。仲有就係咧，背脊嘅位置咧係大露背嚟嘅，係超級大露背。OK， 咁我而家試著啦。呢條嘅話咧，佢唔止係上面透，係連裙擺嘅位置都係非常之透嘅。雖然裙擺嘅位置咧，佢係有兩層嘅，因為依層紗咧都係好薄，咁咧外面依層同埋入面嗰層咧都非常之薄，所以咧著起身非常非常之透。要著打底褲，仲要係一個淺色嘅打底褲，先睇唔到。如果唔係咧，會全部弄曬出嚟。可能佢比较适合去沙滩嘅时候，入面着泳衣啦，跟住外面再套上去就比较适合。如果你系日常出街嘅话咧，我就觉得太过于透啦，太性感啦，同埋背脊位置都系非常非常之性感哦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系见，拜拜。